星期的拘留生活总算结束了，我又重新获得了自由。自由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呀！当时我穿着警官登普尔莫扎的制服有多神奇呀，只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心想如果再来点煎腊肠加泡菜，那就太美了。卡斯帕尔和佐佩尔不知上哪儿玩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啊，孩子们，你们回来了，今天有你们最喜欢吃的煎腊肠和泡菜，真香啊。谁？警官先生不敲门就进屋吗？好香啊。这个人是谁呢？啊，煎腊肠加泡菜，太美了。哎，把煎腊肠加泡菜拿过来，我饿了。很抱歉，警官先生，您这是开玩笑吧？老太太，你难道认不出我来了吗？啊？戴上眼镜，仔细看看吧。好，好。啊，你不是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吗？是啊，不错。你不是关在消防车库里了吗？啊，已经有人接我的班了。啊，老太太。这下你该清楚了吧？快，快把煎腊肠和泡菜端到客厅里去，要不我要让你认识认识我这个真正真正的大盗贼霍森布鲁茨。一根煎腊肠，老太太，我要的，哼哼，是全部的煎腊肠，还有锅里的全部泡菜，懂了吗？啊？懂了。哦。啊。就对了，老太太，那我就不客气奖励卡斯帕尔和佐培尔协助警察抓到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特发奖金555马克，555马克，哼。嘿嘿，老太太，谢谢你的盛情招待，再见。老太太，
我走以后，你就这样老老实实的给我小声数数，一直要数到999才可以求救，少数一个也不行，这是我们的老规矩了，懂了吗？啊？你听见吗，老太太？要数到999，你才可以求救，啊？啊！人员呐！救命啊！我是警官灯泡魔的，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来人啊！快放我出来！快呀！哎呦！嘿，让我看看你。嗯。你在哪儿啊？我在消防车后面，啊，你看不见吗？嘿，消防车又不是玻璃做的，当然看不见了。算了，你净说些愚蠢的谎话来骗人。哎，我不骗你，就是事实。快放我出来！哎，你到底？求你了！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和左佩尔必须赶回家去吃午饭了。霍森普鲁茨先生，很遗憾不能奉陪你了，再见。求你们，你们千万别走啊！哎，咦，求求你们别走啊！奶奶，我们回来了。嗯，奶奶怎么了？生气了？啊！奶奶一个人把煎腊肠和泡菜全吃光了。啊，是吗？奶奶，奶奶，你怎么？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啊，奶奶又昏过去了。奶奶，你怎么了？奶奶，醒醒！奶奶，你别生气啊！奶奶，奶奶，醒醒！奶奶，你醒醒！醒醒！来，奶奶，奶奶，来，来啊，慢点，躺下。奶奶，奶奶。生气啊，奶奶，你怎么了，奶奶？洋葱，快去拿洋葱！奶奶，奶奶，奶奶，来闻一闻，醒醒！奶奶，你快醒醒！奶奶，奶奶，闻一闻！奶奶，奶奶，醒醒啊！奶奶，阿嚏！快快去报告警官邓皮尔摩扎先生，大盗贼又来我们家了！什么？大盗贼来过了？哎呀，糟了！关在消防车库里的真是警官灯泡摸子。嗯，对哦，快走！哎，你们，卡斯帕尔，两个小家伙怎么也想不到，消防车库里的大盗贼真的变成了警官灯泡摸子。这真是天大的奇迹呀，啊，这就是我鼎鼎大名的大盗贼霍森布鲁兹老爷创造的奇迹。啊，可怜的警官邓佩尔莫扎这会儿正代替我在消防车库里受罪呢。警官先生，我们警官先生，啊，你别急啊，警官先生，扶起来，快帮我解开啊！是，快，来了来了，瞧着觉得有趣是吧？没有，这就帮您解开，来，快！哎呀呀呀呀呀呀，慢一点，我都转晕了，别把人当陀螺行不行啊？你们究竟想把这个可恨的水桶让我带多久啊？啊？啊？哎，来来来，来下来点，下来点，下来，我来，你下来。哎，这，哎呦！嗯，哎呦！哎呀！带着这个玩意儿简直快把人闷死了。警官先生，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哎，霍金布罗兹这家伙骗了我了。哎，今天上午我路过车库门口，霍金布罗斯在里面大喊大叫，说是肚子疼，我就打开门锁，谁知刚踏进车库大门，脑袋上就挨了一家伙，只听到轰的一声啊，后来就成了你们看到的这样子了。真可怕，这么说来对大盗贼绝对不能大意，不管他说得了多么重的病。哼，霍尊普鲁茨这家伙根本就没病。是啊，他这是在骗你呢。啊，这个坏蛋，我非得让他尝尝我的厉害。对，那个霍尊普鲁茨真是不知羞耻，非得把他抓住，狠狠地惩罚他不可。不管他爬到天上还是躲到月亮后边，我也要把他抓住。哎，不行啊，警官先生，您还没穿制服呢。啊，是啊，不穿制服怎么能出去呢？我有办法了，我去向蔬菜店的老奶奶借一辆手推车，再借一个装腌黄瓜的大木桶，然后呢？对呀，我们呢，把警官先生装在腌黄瓜的大木桶里。什么什么？你们把我一个政府官员，当成了腌黄瓜？这成何体统？这个，看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是吗？驾！马车飞快地跑啊，飞呀飞快地跑，一年跑到头啊，一年跑到头。驾！马车飞快地跑啊，飞呀飞快地跑，一年跑到头啊，一年跑到头。驾！哎呦，哎，这里的空气太糟糕了，快放我出来，快！哎，一二三，我的骨头都快要被挤碎了。这么窄小的木桶搞得我浑身都疼啊。这会儿我们家满屋子都是腌黄瓜味儿。哼，弄不好我一辈子都去不掉这腌黄瓜味儿。警官先生，您脱了警服，蔫了吧唧的躺在地上，就像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腌黄瓜。什么？左佩尔，说话要有分寸，对警官先生要有礼貌。你呀，听见没有？说话要有礼貌。不喝点白兰地吗？啊，我敢肯定，这对您一定管用。警官先生，您需要镇静。谢谢您，老太太。这就好多了。现在我必须上街去买一点东西。等一下，老太太，我还想请您办点事儿啊。
首先，请您到洗衣店去把我的制服取来，还有我的头盔配刀，再到我家去把我的鞋和袜子也拿来啊。还有还有那辆自行车。就是那辆我专用的警察自行车，我们去把它推来，好吗？好，那就劳驾你们了。总之，我一定要再一次把侯森布罗兹抓进拘留所。真的，我发誓。知道了。鞋子、袜子，还有头盔、配刀，还有煎腊肠。煎腊肠。是啊，奶奶，您别忘了，今天是星期四，应该吃煎腊肠和泡菜。煎腊肠加泡菜？不，绝不！只要大盗贼霍森普鲁茨还在自由地到处跑，我家里就绝不再做煎腊肠和泡菜。你们以为我会再一次把那个家伙引到我们家里来吗？不，一次就足够了。左佩儿，我想在邓佩尔莫扎先生抓到大盗贼之前，咱们俩总得干点什么吧？是啊，你想好什么计划了吗？我想只要把那家伙引到消防车库里，我呢就有办法抓住他了。明白了。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引诱他呢？用甜点先试试。不行。用煎腊肠加泡菜。不行，这些都不行。有了。左佩儿，咱们找休斯达贝克夫人去啊。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大索尔，他准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好办法。走。绿色森林里有树有花，没有告密者，也没有警察。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生活多自在，整天乐哈哈。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生活多自在，整天乐哈哈。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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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啊！哼哼。邓佩尔莫扎这个蠢货果然把我的老窝封死了。警察查封的盗贼隐藏处，严禁任意起封，违犯者给予处罚。警官邓佩尔莫扎，邓佩尔莫扎，哼，用几根木条钉着门就能难得到我了吗？我是谁？我是鼎鼎大名的大盗贼霍森普鲁茨老爷。哼。家了，我的家还是我的家，让邓皮尔莫扎和那帮蠢家伙见鬼去吧！啊去！啊？邓皮尔莫扎太可恶了！
你搜查了我的老窝，把我的东西都糟蹋光了。哎，当时我的胡椒手枪、望远镜、短刀，还有装火药的桶、装胡椒的桶，全部被登佩尔莫扎搜查走了。可是，我是个有学问的大盗贼，对于这一切，我早就预料到了。我准备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储藏室，这可是登佩尔莫扎所绝对想不到的。嗯，我的好伙伴，只要有了你们，谁见了我都要发抖。我还是我鼎鼎大名的大盗贼霍森布鲁兹老爷。登佩尔莫扎，你这个蠢货逃不了了。还有你们两个小东西，我要重新把你们抓回来给我当仆人。举起手来，不许动。您是警察吧？您干嘛要那么吓唬我们呢？给我住嘴。别装傻了，好好看看我的脸，除去这头盔和制服，你们给我仔细的想想，怎么样？认出我来了吗？您是那个？对，是我，不错。怎么样？大吃一惊了吧？小东西，你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酒啊？不是酒，是只空瓶子，是在小河里掉来的。把它拿出来，给我看看。这是一只有封印的瓶子，知道吗？我对一切封起来的东西有一种偏爱，所以我必须打开看看。不，你不能打开，因为您不是警察。警察？警察算什么？你们俩站远点。把脸转到后面去。再给我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懂了吗？善良正直的人，您将得知一个秘密，在下图所标明的地点埋藏着一坛金币，希望您能用这笔财富去做有益于公众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真的？这不是做梦吧？一坛金币，一坛金币呀！我要发大财了！我要发大财了！我要发大财了！太妙了！这藏金币的地方正好是消防车库，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到它。明天我就要成为一个大富翁了，再也不干盗贼这一行了。去你的！
盗贼真的会来吗？哎呀，你已经问了199次了，别担心，会来的。你想，那家伙会放过到手的金币吗？明白了。真是太好吃了，真好吃，是吗？谢谢。您在看什么，老太太？您好像有心事啊。我觉得这好像是与大盗贼霍尊布罗斯有关系啊。您真不愧是警官先生啊。事情是这样的。卡斯帕尔和佐佩尔让我把他们俩反锁在车库里，说是大盗贼。哎呀，老太太，这抓盗贼和捉迷藏完全是两码事儿。警官先生，警官先生。哎，外面有动静，好像是骑自行车。准是偷来的。准备，卡斯帕尔，佐佩尔。哎呦！哎呦大盗贼给我抓住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把他的衣服脱掉，你呢？去把水龙带拖到这儿来，去吧。好嘞！让他也尝尝警官登坡摸着尝过的滋味。对呀，完全应该这样做。现在我先回家去报个信，你呢，在这看着他啊。行啊，我拿这个呢，如果他想逃跑的话，我就把他给……谁在那儿锁门呢？开门呢？开门！开门！是两位空瓶通信者吗？就凭你们两个小傻瓜就能骗我吗？我是个有学问的大盗贼，鼎鼎大名的霍尊布鲁兹老爷，你们干的一切全被我看在眼里了。这不可能！我们把您用木棍打，然后就用水龙带捆起来了。别做梦了！听着，我霍尊布鲁兹老爷还要和你们较量到底呢。现在我要去拜访你们的奶奶了，再见。不，这个奶奶没关系，请米其林奶奶，请您去找奶奶，别去找奶奶。不，我这不是奶奶的关系。请您原谅，善良的老奶奶，对您下手，我也同样觉得不忍心呢。可是谁让我是个鼎鼎大名的大盗贼霍尊布鲁兹老爷呢？